脱党参选吗？如果党内没有提名你的话，你太瞧不起我了。我拒绝你们有偏见哈，所以我请大家，希望在媒体上不要再对我有偏见。阿扁那个说是7%看好度，结果他不是别人。我是选过多少次，没有一次不是很坚持。好，不要再给我假设我会输。一席话，吕秀莲信心满满，盛气凌人。